找我约会，我跟你要去钓鱼。你要跟他去钓鱼？我应该不会当捕鱼的。整个还是我当美人鱼可以钓鱼。我叫你钓鱼好了。但我怕我会太厉害了，我会气死你整个。我给你一套那个钓鱼服装，钓鱼服装吗？变帅，吸钓的那种吗？别吸钓，吸钓都包紧紧的不行。海钓是哦，海钓。那什么是可以放？要吸海钓的那种。我是美人鱼。爸，我的噩梦又来了，我的噩梦又来了。啊、我看起来单身这样子。No 哥看起来蛮像的啊。因为感觉 No 哥就不太跟海军姐不太同化了，同世界的，就感觉一个是比较重义派，啊一个比较端庄文雅文青。你确定吗？我刚刚那整趴演出是端庄？我觉得真性情，真性情就是好看。对，希望收视率节节高升。可以的，金曲歌后加持。谢谢谢谢。而且唱歌真的好好听哦。谢谢谢谢。今天的歌太糙了。今天的歌太糙了。会讨后高不会？会讨后高不会？本来歌就很多，又增加了五首。嗯，又多了五首。临时来的。真金不怕火炼。就是难不倒老师。难不倒老师，但是难倒我的腰。难倒老师的腰。好了，性格电视台，台湾大歌厅，大家小少来听歌。台湾大歌厅是一个什么呀？充满快乐，马黑马文那是客家话，马西。马黑马文，客家话也可以。马西一个唱出人生高低的舞台。后花絮，我们下集见。